最佳演技奖，三岁会一个一个轮流吃汉堡，七位要猜出三帅当中谁没吃到辣。那个说到汉堡啊，其实我会有一个才艺，就是我会吃空气汉堡。啊他做错一件事情，他没有对镜头，他是背对的，所以摄影机根本没看到他的改变，就只有豆花在笑而已。对，重点他只是想要撩豆花而已。每周日晚间8点，《饥饿游戏》。